朋友们好，我是南山，继续来讲一篇随。今天我们讲呢，论兄弟，在六卿里边有论兄弟这样一篇，有两句话，叫兄弟谁背以谁兴，其用财神看重轻。所以说呢，兄弟的兴背看财神。为什么要看财神呢？因为财神意味着生活优越，没有钱日子不好过，并且才能升官，叫富贵双有。所以呢，提到一个财神。当然呢，论兄弟首先看什么呢？比肩劫财。比劫是兄弟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，在书中对于比劫有很大的篇幅这样一个论述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书。我们直接来讲这个八字：丁亥、壬寅、丙子、丁酉。啊，这是书上的一个八字。丙火生在寅月，任铁交先生有这样一段话：丙火生于冲出，这个冲出说明什么呢？我们说立冲于水，一个出字可以理解为在于水之前，因为过了于水就不能用出这个字了。那可想而知，鹰年出生的大运逆行，也就是他的大运不会超过五岁。啊，不会超过五岁，因为什么呢？只有十五天，从立冲到雨水只有十五天，在这十五天之内出生的，三四岁都是有可能的。丙火生于冲出，为相火有焉，不左妄论。冲天木旺火相，所以叫相火有焉，但是不做妄论。月干的壬水。空庚，壬水有亥子，这个壬水是有庚的。壬水是个什么呢？壬水是个七杀。这里面，丁火有两个劫财，叫什么呢？杀旺无志。说这个壬水是七杀。其他的克身，喜其丁壬寅亥合而化应，丁壬相合，寅亥相合，合什么呢？合木，木就是应，以难为恩，什么叫难呢？七杀为难。应为恩，哎，化杀生权，这个意思。时宜财星升官坏印，这个酉金的财星，因为财是干嘛呀？财是升官的，财呢又是克印的，但是这个财星上面有一个丁火的盖头，又得丁火盖头，使其不能克木。所以同胞七人结旧书香，而且呢凶受必敬。前面是对八字五行旺缺的一个分析，后面提供给我们一个信息，这里面有三条，我们把它写到这儿来。哪三条呢？兄弟七人，第二条，第二条是结旧书香，第三条是什么？兄弟和睦。就是说，我们来考虑这三个问题。
至于前面命理的分析，不管用什么派，自己有自己的分析，这三条是不变的。换一个分析法，说火旺也好，说财不克印也好，等等等等都没有关系，来解释为什么是同胞妻人，为什么都能读书有成就，为什么兄弟和睦，这是三条硬指标啊，硬指标。首先来说。同胞七人就是兄弟多，因为放在古代七个八个，像前面我们讲的，连着生16个儿子的都有，生16个女儿的都有，并不奇怪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只理解一个，就是什么呢？兄弟多，看八字里面，因为比劫为兄弟，这里边呢，丁火、寅仲还有个丙火的比肩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在这个八字里面，比劫有四重。如果从五行来论，说火是什么？火是27，两个太少了，弄7个，倒也呢能够凑上对儿啊，倒也能说得过去。关键在哪儿呢？这个火是生在冲天的，由木来生这个火，所以兄弟比较多，这个就好解释。啊，这个就好解释，第一个过去了。那么为什么书香呢？我们站在命主这个角度，命主能够书香，兄弟就可以书香。坐下的是正官，月上有正印。那同样的道理，这些火都是有财官印的，所以解释这个书香也可以解释，也是可以解释的。那么对于这个兄弟和睦，一定是面对共同的问题。共同去承担了，才能兄弟和睦，要不然是和睦不了的。我们来看这样个八字，首先年月来讲，丁壬寅亥相合，合的是木，合的什么？合的是印。本身丙火生在寅月，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印格。它本身就是印格。说有杀先论杀，那么因为这个七杀。丁壬一合，把杀合住了，直而不用，什么意思呢？不用考虑它了，我就是硬格。硬格我坐下有官，时上带财，这叫什么呀？财官印，一气相生。日主又是有庚的，又是财官印，很显然这个组合蛮不错的。因为七杀是被劫财合住的。也就是什么呢？遇到不利的情况，兄弟是互相帮忙的，啊，兄弟是互相帮忙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丁壬合就是这样一个象。从大运来看，壬寅月出生的大运逆行，丑月、子月、亥月、戌月、酉月、申月，走的什么运呢？走的北方水、西方金，水是官运。啊，我走北方官运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像类似于七杀这样不利的事情的时候，靠什么呀？靠比劫来帮忙，共同去抗，也是兄弟和睦。到西方金运的时候是财生官旺，那就大家一块来做，一块来求，也是兄弟和睦。所以呢。任铁匠在这从大的方面给提示了一下，他没有讲流年，难道说整个在这个流年里面都是风平浪静吗？显然不是。一天水就是这样一个特点，从大的方面分析，细节一般不弄，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们也不要妄加揣测，非要去安一个哪一年一定怎么样怎么样。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实际信息的一个反馈。总之，在这个八字里边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兄弟多是因为比劫，和睦是比劫在帮身，也就书香呢是这个配合好，所以呢有一个出头之日。